又是一天落潮日啊，今天周末啊，一家三口都来的不老少，哈哈，咱们一起去寻找海鲜吧啊。这个大叔在挖蛤蜊啊，这是刚才抓到两只小螃蟹啊，正在赛跑，可能是，可能是。好多朋友啊，觉得赶海挺好玩的啊，随手就给了红心，哎，又加关注了，哎呀妈，太好了，我看着，哎呀，太开心了。今天把奶奶家的大漏勺子又拿了过来，过来晒一晒啊，就这么来俺家做客了，俺家有好多小贝壳，就是不给你。